在屏东车城海口港呢，有一只游艇，是一直咧竹溪海峡冰船。这船顶是有三个人，两名船员有救起来。啊，那这船长呢是失踪。海巡人员把握到这黄金72点钟的时间，赶紧找人。民间的搜救团队伫昨夜来倒吹，说因为这风浪上过大，搜救任务变甲真困难。救难人员穿畅水装备，准备出海找人。一只停在屏东车城海口港的轻型游艇，伊才出海了后，伊透早伫满风渔场附近的竹溪海域失去动力。接到通报的船仔到场的时阵，游艇已经冰船，船顶三个人都有救到两个员工，船长落海失踪。廖进船长落海失踪，海巡署南部分署第八巡防区第六岸巡队无人机区队第十四海巡队直属船队。车城消防分队及空中勤务总队等八处单位客证于现场海域持续搜救。无人机出动对天顶查看，海边每几公尺都有海巡人员以吊架找人。海巡船只更是一直伫海上巡逻，海巡甲真侪单位分别伫落海空搜寻。民间救难协会意义嘛加入，但海上风浪大，增加救援的难度。风浪很大，水底哦，它不要深入夹岸了。我们潜水员下水都有带手电筒啊。今天人数比较多啊，他最后的消息是在定制渔网那边啊。啊，我们今天的重点都在满丰定制渔网那里啊。海巡甲民间团体二三加派人手，但到透早10点为止，还未找到船长。相关单位伫满丰渔场附近扩大搜寻，希望把握黄金72点钟，找到失联船长的下落。记者陈焕武、民交馆屏东报道。